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来带大家到新加坡的后港。OK， 我们今天来后港的目的是就是要整理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剪了。那我今天我的现在正前方是很有名的后港 Police Office， 然后就是后港它的警察局，他们的新加坡警察局长这个样子，对，很漂亮，这是他们的警察的 logo。 对，那我们现在在这一个路口，我们等一下要去这边有一个 center， 对，里面有一些小贩中心，还有一些店家，那我们尽量去里面剪头发。 OK， let's go。 好，我们现在经过这边有一个超市，这边这个超市是 Fair Price，其实 Fair Price 其实到哪里都有。那我们现在找一个店是，这边是一楼，然后我们要找370的店。这边是318，那我们要找370。他们这边的门牌都写在店的门口上面，其实跟台湾的门牌是一样的。对，只是他写的小小的，我们台湾就是有一个规格，是一个长方，一个方形的这样子。然后他这边的门牌不会写说哦，新加坡哪一区哪一区，这边没有哎，他就直接写像这样一楼，然后几至几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每一个国家他们的文化会不一样。对，然后我也是来这边才慢慢学习怎么去认他们的门牌，然后找他们的店家号码。我们要找370的店。我现在要走到另外一家超市，这家是深松超市，这家是24小时。哦，天哪，我现在找不到370的店哎，怎么这么难找？现在变901了。Oh my god。现在是366 OK， 370我们到了。 OK， 我们今天来到370的店，我有跟他预约，在往电话上预约了，那我们现在进去吧。后港的体育馆，带大家去那边看看。那我们 Let's go， 桃香乌龙茶。Thank you.
OK， 好，我现在进来一间寿司店，现在用餐，现在用我的中餐。OK， 这间寿司店呢，我没有帮他打广告啊，大家看一下就好了。对，这一家寿司店。OK， 为什么会进来这家寿司店的原因是，因为它有一个 kids meal 小朋友的餐，儿童餐，非常非常的可爱哦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图片，你看它的儿童餐是不是很可爱？这个是飞机餐。对，飞机里面有就是寿司，然后豆皮寿司跟小香肠，然后它还会附养乐多跟那个 jelly 果冻跟一支营养棒，然后它还有这个面包超人，对，面包超人这样子一个 set， 然后这个是小汽车，小汽车还有一个乌冬面，然后因为我是飞机粉嘛，所以我今天会点一个小飞机，对 ，aircraft。然后另外甜点的部分呢，噔噔，我有点一个圣代，对，巧克力的圣代 ，Fuji， 然后还会有两只 Pocky， 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要等上菜吧。OK， 先给大家看一下用餐环境，这边是它的出入口，进来都要扫 QR code， 现在 virus 期间，然后这边是结账台，然后这是它的用餐区，四个人桌，然后这边是两人桌。然后这边还有它的那个旋转寿司，所以它其实是有旋转寿司的吧台，对，这样子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它会 serve 像这样一个纸巾，一个筷子，这筷子是他们店里面用的，不是 reuse， 是 reuse 的一个筷子。然后它还会给这个，就是寿司用的酱油 soy sauce， 然后还有这个。这个是 wasabi， 对对对，如果喜欢吃 wasabi 的话，可以沾这样子。对 ，OK， 我的圣代上菜了，噔噔，它长这样子啊，很可爱。它上面有一个樱桃，然后两只 pokey， 然后下面这一些都是玉米片，然后上面它几球这样子巧克力跟 cream， 上面还有一颗樱桃。然后最后再插上两颗 Pocky， OK， 我们要享用吧。噔噔，它也给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汤匙，对。它巧克力好像是用那个日本的，应该是明治吧。感觉像明治冰淇淋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不过绝对跟哈根达斯不一样。嗯，我真好享受哦。然后它这个玉米片啊，还有加那种巧克力沫在上面，这冰淇淋甜点啊，我会给9分。还是一样好吃哎、欸！我 Pocky 超想吃大大，赞赞的。噔噔，这个就是飞机餐，这有寿司、饱和寿司、薯条、番茄、番茄酱。还有几个炸物跟地瓜，然后这个是黄瓜，那还有薯条，还有一个小香肠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是果冻，这是雅克多多，No fat， No fat， 嗯哼，不过这不是原味的雅克啊，这是橘子口味的，然后这一个玉米棒，好了，我们来开动了。
首先先吃原味，这是小香肠，它把它切成像这样章鱼的样子，太亮了，加分。我在薯条，哦，它薯条没有用盐。这好像是，不知道是猪肉还是鸡肉，哎，吃起来像鸡肉香肠。给大家看这个，它的蛋是那个维尼熊的头，嗯，好可爱哦！沾一点番茄酱，吃掉，嗯，还蛮好吃的。来吃这个豆皮寿司，寿司后面有一个薯条。嗯哼，豆皮寿司，沾一点酱油。嗯，豆皮寿司不管到哪里都好吃哎、欸。超赞的，那这个里面是包蛋，这个没有包好，再吃这个小黄瓜。在里面包蟹肉棒，应该是
炸鸡块，等等，炸鸡块要沾番茄酱。炸鸡块里面长这个样子，是天妇罗那些类似的炸物吧？那吃吃看，这有点像那个素的汉堡肉，有没有？超像那种汉堡肉的感觉，里面有那种感觉鱼浆还是肉浆在里面吧，接下来吃这个果冻，他没有给我汤匙，所以我用刚刚吃那个冰淇淋的汤匙来吃。我在猜这个应该是草莓口味的。没错，这边还有一些果肉。是苹果冰应该是水蜜桃冰白水蜜桃冰，水蜜桃冰切冰，那这个是应该是樱桃切冰吧，剩下果汁把它喝掉。刚刚剩下的冰淇淋吃完，还剩一些玉米粒，然后它有这些花生碎片，把它吃掉。
哦，这下面好多巧克力酱哦。吃完了，接下来是这个玉米棒，哦，这是好像是章鱼烧口味的，我闻闻看，嗯，它是章鱼烧口味的，然后这边一样是空心的，看到。它的质感很赞耶，上面还有一点海苔粉在上面，最后这个 Orange Flavor 的 Yakko， 干杯，喝光光。好，今天这个飞机餐呢，我整体来说我会给9分，因为它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儿童的教育成分在里面，所以我会给它加分。可是光美味来讲呢，我可能会给7.5至8分，对，所以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刚刚吃完结账完了，然后小朋友的 say 是9.9块。然后巧克力富居冰淇淋是6.9块，然后因为它还有算 10% 的税，10% 的 service 跟 7% 的税，所以我今天这样一餐是19.77块，19.77，那给大家做参考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这一家日本餐厅 ，OK， 拜拜。如果你今天来后港的话，观光这边体育场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后港的梦，然后这边有一家的日本餐厅，然后给大家做参考。嗯，那么超音字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